먼 곳, 달리니 먼 곳, 넘은 다물이 저를 내 어려워. 어떤 박사를 야한 자를 봐도 많은 분들이 거든. 어떤 박사, 많은 그리. 박사도 어떤 야한 자를 보았지나. 하늘 우측에. 了解，就是咱们通知，就是尽量不要参加这个游行呀，谁说的有游行？ 通知你一下，你们通知我们有这个游行，谁通知你们的，我们说有这个游行？我们就接到我们的上级的，你们的上级是三汉区的哪儿？三汉区的什么人？三汉区的什么机构？什么单位通知你们的？通知你们，我们就是通知这个是犯法的，咱们最好不要。不是，为什么犯法？我们知道犯法，我们不去游行，为啥你们说我们有这个游行，建议我们不要去参加这个游行呢？我们这不是，我们只是我们的任务。因为这个双语教育，我们理解，我们已经清楚，我们知道这回事，因为我们是这个民族的嘛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没有去说有游行去犯法做犯法的事情，为什么说有？那就行。 你要就是上级说怕有游行，不是说怕，为什么要怕呢？你既然没作为法的事情，你为啥要怕呢？意思我们蒙族这么就以后这连门都不能出了，是不是？连人也不能见，连门也不能出了。不能出。我们热爱我们的国家，我们50-60个民族这么70年来真的和平相处，我们有很多兄弟姐妹，我有很多汉族的好朋友，我们真的没有彼此说有排斥等等，我们是互相平等、互相热爱的这样一个国度。 我们想用我们的母语来学习国家，让我们学习的所有的内容，只是我们想用我们的母语来学习，这是我们的诉求，就是我们反对从1年级让我们的孩子来学习汉语，因为我们的7-8岁的孩子连自己的母语都没有说好呢，自己的母语的文字。 都不认识的时候，你再给他加一门语文课程，我们所有的家长不接受，从1年级让我们的孩子来学习汉语，请我们的党和政府来倾听我们所有蒙古族同胞们的心声。对不起啊，你们听了以后也尽快给我们一个满意的答复。 出马了，马内，宝康内，我马内，你这个不累，个人拿过，好多了，咱那个啥，我们这里，我们家里边，个人拿手绢巾呐，马内打老鼠，干啥面面都干，空军过去。马姐，你呀吧，你。哟，老了的汽车头就马蹄子了。